就看谁先撑不住气。小浩，这一波两条龙，他们要两条龙一起进，这就是运营，两条龙控线控到一起，三条龙在一起，还不错，还是能守住。公孙离向路的安全位置还不错，对的，可以一直做一个消耗。对的，对的。这场比赛双方真的稳，预测比赛时间应该超过40分钟。啊，这已经30分钟了，他们将很稳，真的很稳。目前场上有10个复活。对的，10个复活，谁都能秒换复活奖，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出来。这边想去消耗，还想打，这边没血，阿闪定到一个关键人物，我天哪，直接被秒，双 C 直接秒掉，我的天 ，GK 这边反打一波，公孙离，一通狂秀，哎、但是兵线进来了，乖乖，正面马可波罗瞬间点塔，站起来，再上来，恭喜 XQ。